日前，第八届咪咕极客网络视频年度盛典在上海举行，本届以创无限为主题，只为激发极客们无限的创造力，期待极客们创造出更好的作品。活动当天，多部明星作为奖项提名者或颁奖者亮相，汪东城此次凭借网剧《镇魂街》中热血励志的表演获得最佳男演员奖。他透露了下今年会有《萌妃驾到》与《西夏死书》两部剧与观众见面就迅速离场。潘粤明此番作为嘉宾为年度最佳导演颁奖，内敛稳重又带点冷幽默的互动风格让人不禁点头，嗯，是关宏峰没错。被问及白夜追凶案的筹备情况，潘粤明笑说还不能透露，否则会不让自己演了，因为上节目声临其境，有观众赞其声线有戏。谈及此，他自嘲道，只要身材不炸裂就好。活动当天正值祝希娟80岁生日，也是黄晓明儿子小海明的1周岁生日。黄晓明现场向祝希娟致敬，并送上生日蛋糕与生日祝福。儿子生日明天，再过今天先给前辈过生日。